你们都给我站住！走啊，时间到了。各位，按照预定设计的诸元，给我开炮！是。 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对你的鬼子炮火不行吗？是啊，这弹刚打一会儿，我们的伤亡就不少了。队长，你去找阿忠，告诉他别跟老子抠门，要他用炮给我狠狠的轰。是，打，是。所有人给我听着，冲着他们前沿阵地给我狠狠的轰。 现在就带人把城门给炸了！炸什么炸啊？你没看见吗？那全龙将比我枪也有炮，你躲得过子弹还跑得过炮弹吗？还能等你去呢？就炸成马蜂窝了！连长，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了，只要现在把城门给炸了，销毁的就完了。我知道。狗日的杨志华在干啥呢？再来几炮不就行了吗？连长，你不常说不能全指着炮兵队吗？那是我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啊？咱八路军啥时候没消息过战友？ 杨志华的小子，我最清楚了，给我接打，是，还有几发炮弹，还有5发，瞄准火力点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是。 这炮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隐蔽！大家隐蔽！小心防！小心！杨志华，我们的地方已经暴露了，必须马上撤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必须把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掉以后再撤。田少帝，还有几发炮弹？ 就剩1发了，让我来。杨志华，你疯了！再不撤就来不及了，就全军覆没了。松开我，等我打完这发炮弹，我肯定撤。松开，杨志华，你得给炮兵队留条后路。杜振宽。
大个儿，快点把杜教官带走！好，走！其他的人赶紧撤离阵地，快撤！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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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走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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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来，保护好队长，放心吧，小心，哎，走。 这次太危险了，你看撤吧，让我顺雷来。那么多废话，赶紧的！你们顺雷，赶紧离开这儿，就一发炮弹我来。不行，这儿离城墙这么近，只要一开炮就暴露，这会被炸平的。刘禅就是个子，我不能看着你送死。我是队长，喊你是队长，听命令。你看顺雷，赶紧撤，顺雷，听见没有？是，炮弹给我。快走啊！ 哎，快走！